Loving can hurt sometimes, but it'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. When it gets 我同 Ada 系旧同事嚟嘅，咁咧嗰时初头又唔系太熟啦，不过。 之後一齊搞summer party 嘅 function 就熟落咗，咁同埋我哋之後一齊去讀 master， 咁就多咗時間相處，所以就越嚟越熟啦。我點解中意 Ada 咧？因為佢即係同佢相處咧好開心啦，佢成日笑。 咁同埋佢會俾到好多 advice 我啦，同佢一齊冇壓力嘅感覺係好舒服嘅。我鍾意 Billy， 因為佢夠純品咯，夠簡單咯，因為我都係個好簡單嘅人嚟嘅。佢做咗一樣嘢，令我最感動咧，就係有一年情人節啦，佢送咗本相簿俾我自制嘅，咁就每年咧，我哋都可以影一啲自拍嘅即係影即有嘅相啦，可以擺翻入邊，同埋寫翻低我哋嗰年點樣過啦。咁呢一樣嘢係令我好開心同埋好感動嘅。改變我嘅快咯，因為我人好快咯，因為佢人好慢咯。 所以我谂我哋生活步伐要调节翻一下咯。唔系我踩到条裙。系啊，佢系咁踩住我啊。除咗快啲之外咧，我谂多啲表达自己咯，呢个好紧要嘅，同埋多啲去 voice out 自己嘅需要，我觉得呢样都好重要。最中意佢成日笑咯，即系我觉得。 女仔笑咧係靚嘅，同埋佢會有好多話題咯。因為我咧好怕女仔唔講嘢，咁佢就唔係好靜嗰啲嘢。可能佢自己一個會靜，但係佢同我又會好多問題啊，好多搞笑嘢講啊。咁即係我份人靜啲，咁就變咗佢可以令到我多啲話題，係啊，同佢相處。我揀佢因為佢人夠簡單啦，同埋夠其實好容易 get along 嘅同佢，同埋同我身邊嘅朋友啊、屋企人啊，都好容易相處。咁兼價，咁佢真係好中意我啊嘛，我又真係好中意佢啊嘛。唔好咁快啦，即係有時我未表達到我自己諗咩咧，佢就已經係有個 question 彈咗俾我，唔好似。 太快啊！佢諗嘢，所以我想去慢啲，等我解釋咗我點解咁樣做，佢先做埋。佢求婚嗰次都好感動嘅，因為我知道佢花咗好多時間啦，同埋好多心思啦，同埋佢曾經送過一個好靚一樣花，入邊有啲紫色嘅花用手砌，咁我覺得一個男仔肯用手去做呢樣嘢係。 令我非常之感動。我而家同你講，好啊，你咧？多謝你，我識你之後，開心唔開心會同你share，同埋好多嘢都同我一齊經歷。咁讀 master 嗰時，我好唔開心，你支持我，鼓勵我，令我振作翻，多謝你，同埋多謝信樂啦，俾我照顧你啦。我都未認識你，唔係啊，之前照顧咗啦，翻嚟。係啦。係啊。哦。咁希望嚟緊我可以一生一世照顧你。嗯。你願意嫁俾我嗎？就 OK 啦，你有冇問過我媽嘅？未問啊，我諗住翻去就即刻問㗎啦。 哦，啊，俾我啦！嫁俾我，嫁俾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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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收唔收到？你講多次我，你有冇打電話問我阿爸阿媽先？未啊未，問過你阿哥。我表哥。你表哥知噶啦。你有冇問過佢肯唔肯？我一早知啦，唔使問。表哥你答 OK 啦。OK 啊。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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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